好大哦。太阳很大吗？对。晒到你了？对。清晨的阳光很温暖，然后空气很清新的呀。妈妈，我们要去哪里哦？我们要去摘杨梅吃呀。二哥想不想吃杨梅？想。想啊。等一下你要吃多一点嘞。好。我们家的杨梅树嘞。我们家的杨梅树，杨梅已经熟了。这个杨梅结是结，但是都被别人摘了。二哥，你看这里有好几个乌黑秋秋的，你看，要不要吃哦？要。我再来给你吃啊！哎呦，这外边的结的真好，但有点不好摘。我们要先吃饱再摘啊。那是必须的。哎呀，这种，嗯，两朵哎，这个好好、啊。你摘得到吗？摘到，我把它弯过来就可以摘了。这个黑黑的嘞。干啥？搞搞果汁果，老跟那块，安了嘛？又摘了多少？看看，摘了一点点，拿那个小篮子来，倒到小篮子里面。你总共熟的也摘了，黑秋秋的。你看树尖加上这个，好红啊！你看，一般长得红啊，这种都是在这个树尖上的。树尖是很难摘的，对吧？哎呦，看那边，差不多了吧？嗯，差不多了。还有这一边了，这边还有乌秋秋的，那一个摘不到了，没地方装了。等明天咱们再来。哎呀，太累了。哎呀，看今天这收获，全是黑黢黢的嘞。我牙齿都酸完了。这个拿去，咱们可以吃很久很久了。放到那个冰箱里面。对，放在冰箱冰着吃，太爽了这个。这个袋子装了一点点，这个葱拿回家泡酒。还没熟好的，我们拿回家泡酒。这个和那个，咱们就留给咱们吃的。这个太好了，都不舍得拿泡酒。走吧，你提这个大的。Thank you.